师傅，我还有甲状腺结节，这个是什么因果？是业障病吗？甲状腺结节从那个医学上来讲是缺点，缺点的话要多吃海带，嗯，哦，你要多吃点海带的，你海类的东西吃的太少了嘛，因为现在吃素嘛，所以大家都要补充点海带，哦、嗯，哦，缺点。那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容易恶化吧？那种不严重吧？你要念经，你不做坏事，你就不会。而且你要做、哦、平时有事没事的一天两天吃两颗这个牛黄解毒丸，长期的吃的话，你身上什么瘤都会消掉，什么病都不会发的、哦、我告诉你，牛黄解毒丸就是专门排泄你身体上的毒素的。哦、嗯、好的我知道了。你看你脸上就是打个疙瘩，你吃两颗牛黄解毒丸它都没了，这还听不懂啊？哦，听得懂。好了好了。